就是忏悔，而不是说我赶快吃药。那么先忏悔，第二个超度鬼神，第三个四大要调整。啊，四大这两天我们占星师帮我扎针呢、啊，啊，吃药啊，啊，各位运动啊，晚上泡脚啊，这个都是调整。啊，吃中药啊，这个都调整四大。吃西药也可以，西药就是直接消你那边的痛消炎，这是治标，但不治本吧。但是中药西药这个是调整就对了。但是运动、晒太阳、吃素，晚上不要吃太多，不要吃太油，不要吃太咸，免得高血压、中风，床不要睡得太软，免得脊椎痛，这个你要改变。啊，所以再念一次，生病的三种因怎么改变？来，业障要忏悔，鬼神要超度，四大要调整，生病就会好。啊，好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痛苦与痛苦的止息。若想终止这些无觉识的心智模式，很简单，只要让他们变得是有觉知的，在他们发生时觉察到他们就行了。你不可能在觉察到痛苦时，同时为自己制造痛苦。每个看似坏的或恶的人、事或际遇的背后，都隐藏了一个更深层的善。那深层的善，在你打心底接纳事情本来的状况时，便会由内到外地向你揭示他自己。
不要抗拒不幸，是人类至高真理之一。当你要发怒时，试着接纳事情的本来状况，接受那难以接受的，将接纳带入你的不接纳之中，将臣服带入你的不臣服之中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慢性的身体疼痛是最严厉的人生导师，抗拒无用是他所要教导的。没有什么比不情愿受苦更正常的了。然而，如果你可以放下那个不情愿，容许痛苦存在，你可能会在痛苦之间留意到有个细微的内在分界，有个介于你与痛苦之间的空隙，一直都在那里。这意味着你是有觉识的，是心甘情愿去受苦的，那么身体的疼痛将会很快地耗尽你的内在小我，因为小我主要是由抗拒所形构的。当生活上遇到麻烦时，我们相信问题是他人制造的，但是只要思维业看清没有创造者，嗔恨心就没有依托。生活上所遇到的一切都来自自己的心，来自业，一旦思维业，心里就容不下嗔恨，因为没有对象可以责怪。另一个方法是利用这个因缘来长养悲心，思维
我是因为造业才受到伤害，是从谁开始？不是由他，而是由自己的业。过去自己如此对待众生，所以现在才有这些遭遇，是自己的业促使了对方这样做。由于这种伤害，他造恶业，将来会失去人生，堕落恶趣。难道不是我害了他，迷失在三恶道？阿弥陀佛。最近世界上各个角落，包括我们台湾，各位都看到这么多的天灾人祸，甚至有很多人忧郁症乃至自杀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心贪心嗔心所造的恶业，特别是杀生的恶业。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要有责任，佛教讲缘起法都有关系。所以希望各位最近多吃素，不要吃肉，多念佛，以慈悲心去做各种的修行，多放生，多施食超度，来回向整个世界，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。阿弥陀佛。慈悲仁爱能成就一切善行德业，戒杀吃素能化解世间刀兵瘠疫。中华护生协会慈悲的道路与您一同前行，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，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。你已申请了吗？赶快提醒亲友，有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90天以上，并符合纳税状况，就可以申请咯。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检附相关文件及申请书，向机构所在地县市政府申请。更多资讯可上卫生福利部长照专区查询及下载申请书。卫生福利部关心您。我也需要喘口气啊，我快撑不下去。1966，我是个案管理师，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。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，你偶尔会需要出差，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，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，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。200元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，这很棒哎，谢谢。根除业种最究竟的方法就是修习空观，如实了知一切法空无自性，而由因缘聚合而成。痛苦与痛苦的止息。任何人如果对业果有了解，便不会对自己的逆缘和困境太过悲观，反而他会对自己追求美善的一面充满信心。
所以应该反问自己，别人的行为为什么让你受伤？是因为你的贪着、我执。当然，贪着的根本在于痴，在于不明了诸法自性空，不知我的真相，不懂我，仅仅是假立名言，本身空性存在的心。心是个被嫁祸归罪的名词，心所指的对象为何？它是那有着我快乐、我不快乐等等，想着种种念头的东西。当心无法本然地认识他自己时，就有了迷惑的有情众生。如果能了解到心是空性的，而由心而生出的烦恼和念头也是空性的，就等于是了解到了空性的意义。因此，别人不欣赏、不说谢谢的行为，虽然让你受伤，但是它不会伤害到你的慈心、悲心、忍辱，不会伤害到你看清主体、客体、行为实相的智慧，不会伤害到你现观空性的智慧。别人对我们的不喜欢、不顾恩，所伤害到的是我们贪着的心，是那寄望回报的我。人们尝试着执持着他们的执着，与拒绝不快乐的东西，但这些是永远不洁净的，也因此而有许多心理的嗔恚和烦恼升起。
生气把你的功德毁灭，把你日常生活乃至长远的安乐销毁。一刹那的嗔心能多劫耽误你成就，嗔恨是个大障碍，特别是对菩提心的升起。所以有人爱你是重要的，但是有人恨你更重要。每个人都爱我们的时候，就无从升起忍辱这个珍贵的功德，无从去思考痛苦的来源与止息痛苦的方法。真正的爱和慈悲，甚至可以包容那些有心要伤害你的人。试着想象敌人故意生气是为了帮你累积功德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换个角度来思维，这个人的恩惠多大。因为如果没有人生我们的气，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修忍辱、思维苦地的机会。菩萨，生命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救狗协会，目的是要救那些即将被杀、被遗弃的、即将被安乐死的这些可怜的乃至生病的流浪狗。目前在北中南几个护生园区里面，总共已经超过3000多条，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。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关心，但是各位，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，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护持，不断的关心，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，幸福的生活，将来安享天年，得胜净土。感恩各位，一定要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救这些流浪狗。阿弥陀佛。让不舍悲怜化为积极救护，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，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，护持流浪狗饮食医疗。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车怎么开的？啊！预防2次交通事故有法宝。一，开启危险警告灯，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。二，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。
三、标会车辆位置，可用手机拍摄机证。四、无人受伤时，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。有人受伤时，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。五、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，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。放波化乙等就对啦。一氧化碳中结者诺克奖提醒您：屋外是网丝热水器，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、厨房等室内空间，因为网丝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，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、想吐，甚至意识不清。想保命，跟我这样做：一、热水器迁移至屋外；二、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；三、改用电热水器。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。从根本而言，没有所谓的迷惘，它的升起只是暂时的。听闻的人们啊，检视造成迷惘升起的原因的本质。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擦洗黑炭，都无法把它洗成白炭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无明是自信的一部分，如同黑色是煤炭的一部分。果真如此，无明和迷惘就无法被根除。事实上，无明和迷惘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，他们无法改变我们本具的自信。佛性，佛性如黄金般纯然且不受改变，无明至多可以暂时遮蔽佛性，但佛性本质却不会改变。在某些因缘之下，无明暂时形成，例如天空的云朵暂时遮蔽了太阳的灿烂光辉，但是当我们飞向云朵，进入云朵之时，却无法触摸到云朵。在这之前，云朵不存在，最后也将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。至于太阳，则从未改变，完全没有受到云朵的影响。无明制造的障壁是偶然升起的，是短暂的，是无可直取的，他们无法改变或影响我们的本然自信，也不是本然自信的一部分。无明，一切迷惘之根源，诱惑众生进入轮回。然而，无论无明看似多么坚实，它也从来不具有一丝一毫的实相。既然无明从未升起，那么它也无法存在，更别说去指灭它的存在。一旦对于空性的了悟，去除了无明的障壁，成佛之自然本质将显现。一旦风吹散了云朵，从未停止照耀的太阳将显露出来。